然已经死了十几个人，重点在那里，就是说你每年花了多少钱？你在这个道路安全就是最基本的人权，说走到远处你的安全上，每个人都有条，都有权利去要求你的安全回家。不是说你今天花了多少钱，什么，一直讲这样，强说他们那个县政府是有花钱，那就是很明显的那个解决嘛。我们要钱花的可能是不够。我会说你花的方向很错，我会说你应该要朝一个更一体系的嘛去做改善，不要在没有花的空中那种扩大。比如说他们讲说用到，然后扯到说要争议度。好，所以我的策略要很清楚嘛，就说有立体性的，有那个就是说立体可以改善的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到的拓宽跟那个专用道，那就是我要长期的诉求。好，那再次谢谢各位哈，今天能够碰到这里来参加这次说明会哈，那这条路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一起坚持走下去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注意安全啊！没有注意的话，都快没有装了。有些人注意。